来看今天粉丝举报。我一早上都在练杨戬，一开排位就把我杨戬给禁了，没关系，杨戬被禁了关我秀天拳什么事？边路秀天拳目前来说不是很强势，所以开局还得射一把名刀，而且还得就上辅助一起形成狗仗人势的局面，不然根本打不过。像对线孙策你正常打是打不过的，一定要先骂他一会。你这狗叫什么？你这狗叫什么？听着也没什么问题，那杨戬是杨戬，禁了就禁了，关秀天拳什么事？触发被动，你这狗叫什么？桃花暗，桃花胖，江阳轻抚桃花扇，桃花烫，桃花胀，又是一年桃花慢，桃花弹，桃花蓝，解释不敌桃花长，桃花错，桃花落，只剩不敌桃花落，十里桃花桃花暗，江还在桃花胖，满城桃花桃花乱，桃花汇成桃花扇，我还记得那段情，让这桃花尽凋零，落花成扇桃花亭，此生不敢忘君明，漫天飘落桃花瓣，春风吹来桃花散，再听一曲桃花烫，再奏一曲桃花战，桃花屋里桃花仙。不过对面孙策好像没有说话呀，到底是谁在狗叫？下一个。我大乔容易吗？看你残血，给你回城，你还跑？打得好是 C 位厉害，打不好就是辅助背锅。你不是爱跑吗？这次看你怎么跑。下一个。好家伙，简单粗暴啊，这真是打不过就开了。前面的唯唯诺诺是想低调一点，还是说不做大哥好多年，开了完全是被逼的。下一个，兄弟们辛苦了，这是给你们的福利。可以可以，大家更喜欢拽姐还是甜妹呢？